第二小队代理队长 Bronya Sajcek 已抵达圣防丹。现在开始对第三小队的增援任务，总部请指示。 Bronya， 就在刚才，第三小队进入了圣防丹正上空的悬浮建筑。那之后他们的通讯就突然中断了，很不自然，就像是信号被什么人屏蔽了一样。恐怕是敌人的陷阱。我有非常不好的预感，无人的空城，从未见过的怪物，还有躲在幕后的那个人，这座城市中发生的一切都太不寻常了。现在一队正在赶往圣方丹的途中，四队暂时还联系不上。 Bronya， 只能靠你了。明白，当务之急是找到失联的第三小队，悬浮建筑是在大桥的方向。雅一，怎么了？伊卡洛斯核心的机能似乎无法启动，我没法越过障碍物。稍等，我咨询一下技术班。知道原因了，因为调试时间紧迫，降落时又产生了大量消耗，核心功能不足，可能进入了休眠状态。也就是说，需要给系统重新充能。 Bronya， 你附近的街道上应该有许多红色的晶体吧？是报告中提到的红晶，随处可见。这些晶体还有极微量的崩坏能，可以用来激活伊卡洛斯的核心，把它们当作电池使用吧。这些怪物就是报告中提到的敌人，就像是人为组装的构筑物，没有翅膀，只是在依照指令行动。但第三小队应该已经消灭了相当数量的敌人，可他们依旧在不断出现，源头究竟在哪儿呢？重型火力浮游单元，重装小兔0019的首次实战，感觉如何？说实话，超乎我的想象，没想到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019再度进化，研发部门的技术能力真是不容小觑啊。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天命的研发管线也顺应时代做出了改进了。
充能完毕，重新启动伊卡洛斯吧。Bronia， 一个好消息，你的两位队员也降落在圣方丹城区了。是第二小队其中两位成员吧，我记得他们是不久前才加入特殊部队的新人。对，但都是素质优秀的孩子，只是缺少一点经验和履历。现在二队队长和其他队员正在执行内向任务，拜托你来指挥他们了。代理队长吗？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过战场指挥了。我相信你，你从前就是位优秀的领队，将众人维系在一起，取长补短，这是你的天赋。更何况你现在的主业不也是团队合作吗？总之，这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。主教，你说话越来越像老人家了呢。哼，是啊，我已经是老人家了，所以就拜托你这位大姐姐去照顾年轻人了。我把线路转过去喽。喂，能听到吗，队长？听得很清楚，你是狙击手莱尔科洛迪吧？是我。哎呀，队长已经看过我们的资料了，真是太荣幸了，没想到能见到那位传说中的英雄 Bronia， 还能与他并肩作战。Bronia 队长你好，我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。吓我一跳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大声啊？明明直到刚才还一言不发的。提米朵丘特队员吗？通讯信号很好，不用这么大声说话。是，这次声音又太小了。你们那边为什么有奇怪的杂声，而且听起来像是怪物的声音？哦，因为那确实是怪物的声音。忘记说了，我们刚抵达圣方丹就被不明生物夹道欢迎了。是被包围了。哎，怎么说呢，这个数量还真是，如果不是有提米朵在，我肯定已经光荣牺牲了吧。谢谢你提米朵，替我狠狠踢死那只水母。啊，莱尔，援护射击，援护射击。收到，放心吧，我可是弹无虚发的，所以弹药也快打光了。总之，待在原地，我这就赶去支援你们。拜托了，布朗尼亚队长，我们快撑不住了。德丽莎，这真的算是好消息吗？算了，走吧。
他们的坐标是在大桥那里，也就是那座悬浮建筑的正下方。洛迪队员，报告你们现在的位置。我已抵达狮头湾沿岸的制高点，从这里可以俯瞰整座大桥，但没有发现你们。队长，十分抱歉，我尽力打倒了来袭的怪物，可他们实在太多了。稳妥起见，我们就瞅准时机开溜了。现在暂时藏在桥附近的废墟里。明智的判断。下一个问题，我在附近看见了架设完毕的重型狙击枪，是你们布置的吗？哦，那是我架起来的，可惜还没开一枪就被逼得撤退了。正好，借我一用吧。这架狙击枪可以利用，正面进攻应该也没问题。这种时候，就相信直觉吧。果然，越靠近这里，信号干扰就越强烈，敌人也在变得越来越密集。是错觉吗？总觉得空中的那座建筑和几分钟前不一样了，它在变化。队长，有新的情况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桥上的怪物一下子都消失不见了。他们都被我解决了。什么？那么多敌人，一个人就……队长，你还能再酷一点吗？这就是队长，不是英雄波罗尼亚的实力。那。我们现在就出来与你会合，队长。不，我需要你们在原地待命。接下来，我会设法进入上空的不明建筑，寻找失联的第三小队。从他们的遭遇来看，进入那座建筑后，我也会失去与外界的联络。所以我需要你们留在这里，与总部保持通讯，并守住撤离的路线。啊！队长，要一个人进去？这
太危险了吧。如果半小时后还没有收到我的指示，就果断离开这里，与其他小队会合。可是不用担心我，听从指令吧，保护好自己。好的。接下来找个合适的平台启动伊卡洛斯吧，核心的能量应该足以支持我抵达那座建筑。第三小队牙医，他们就在那里。よく頑張りました、キャロル・ペッパー隊員。あとは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。あなたは。第二小队代理队长 Bronya Zajcek， 根据主教的指示我来了。曾远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不，你很清醒，卡洛尔队员。告诉我现在的情况。队长和前辈还活着，只是受伤昏过去了，但是情况很危险，得快点治疗。我没让这些怪物碰到他们一下。做得好，我们这就离开这里。到我身后，我会保护你。啊，我还可以战斗的，让我也助队长一臂之力吧。大家跟上我。
辆车吗？看我用蜜酒枕头打回去。保持警惕，在下一波敌人出现前，抓紧机会撤退吧。队长，坚持住，我还等着你给的优秀呢。别担心，亚裔队长不是会在这种地方倒下的人。是的。喂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站起来，我扶你。前辈，他已经失去意识了。卡鲁尔队员，跟紧我，我们原路返回盛放弹。这是 Bronia 队长。卡洛尔队员，你的队友为什么会有死尸化的痕迹？